Mercy 兔兔又来了，还有一个他们这个是新的 Miu，他们内睡衣系列的，真的就是很平价，质感就是有一种越来越上镜的那种感觉。其实我是觉得他们价格再高一点，然后有更厉害的品质，我觉得会让我买更多穿更久。汉娜听到了吗？Mercy 兔兔就是走比较平价路线的嘛，就是在平价里面真的会非常舍得穿，然后就是可以买超多一直换穿，会非常非常开心。真心也希望就是他们可以出一些就是。比如说价格比较高，但是质感是更让人有赞叹感的那种感觉，我就会觉得啊、哦，我个人就真的很重品质的东西，摸上去就会觉得哦，很舒服的那种感觉的，我就觉得超厉害。好，然后这个是他们新的更大挖背的，穿在外套里面，当成是一个很轻松舒服的外穿衣。秋天就是这样，就真的会突然很凉，但又突然好热，所以秋天我觉得也很需要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。我收到里面有一件这个内裤，好，我是内裤控，那这件确实就是还不错，算是实穿的一款，非常好搭，我摸起来还不错啦。汉娜一定觉得我超挑的，大家都说很好的时候就会故意挑一下，他知道我就是喜欢调侃他一下。这次也是不小心打包太多状态，就觉得非要不可。好，来穿。Hello，我的 Eleven 烟幕绿，这烟幕绿也太美了吧！天哪，到底是要讲穿搭还是 iPhone 啊？牛仔洋装最近几天真的就是穿这件穿得还蛮开心的，因为它就是很宽松宽大，它还可以再扣起来一个，超好看的。顺便来看一下这个 Eleven 的广角，非常的广，用在室外很好啦。因为这个全身的话，我觉得横的反而会让人缩短的感觉，直的就会拉长很多，拉超长，横的就还好。恢复正常。这件 Nancy 也有穿，它是弄个腰带在这边，舒服自在的时候就是喜欢直接这样穿，然后再来搭个包包。好，就像这样，真的非常之喜欢。最赞的就是它有这个口袋，因为非常轻松，有没有？非常软，很舒服。好，背后就没有开叉，主要是旁边，大腰部线就非常好看。走路的时候无意间，有没有？个人觉得它摆起来非常好看。夏天的东西继续沿用的感觉，这个本身里面它是有一个薄的衬垫，穿在外套里面。这别加了，到时候我再分享。之前都没有这么低，差不多到这边，现在就是到这个位置。它不属于就是会让你胸部很凸起，但是非常舒服，休闲自由感，确实还蛮舒服的啦。背后很大 U 的感觉。穿个中高腰的下半身，就不会觉得好像太露的感觉。再来，这个是芥末色的连身裤，我觉得这连身裤又可爱，然后又有个性的感觉，非常喜欢。这个 S 我穿会卡裆，所以我就穿 M 的。扣不扣，我觉得衣服就是穿得好不好，这根本不是个问题。我就是喜欢一种很自由、可以呼吸的感觉，不是要不要露的问题。这就是一个自由舒适感。我希望它的口袋如果在下面一点、再大一点，会更喜欢。但是这件整体就是真的还蛮可爱的。它还有另外一个颜色，但我比较喜欢这个颜色，没有到很高腰，算是中高的位置。我身高170，然后长度是这样。这个连身裤把它变成裤子，后面就把它弄成这个样子。它本来是会这样垂下来的，就会不好看，稍微折进去，就是这样搭。我个人很喜欢。这样子裤长就会比较长了，有吗？哎，林家姑娘要出门喽！这红的碎花碎得非常的漂亮，我觉得带有一点复古的感觉。白布鞋真的是百搭啊，很想擦一下，但是没口袋。我个人觉得它质量蛮好的，因为它里面不会透的，有一层布在这边，也是中高腰，腰最细的地方在这，然后它再高一点点，腰的松紧还不错。背面，这就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洋装，整体质感是还蛮不赖的。来搭这个连身裤，直接搭秋感，假的小口袋非常的可爱。这件不会卡裆，是身高170，这个长度我觉得也是 OK 啦。这件非常的推，这个打折的地方我觉得设计的非常的好，腰身直接打出来，会看起来非常的瘦。这件，好，这边有个假口袋。如果是骨架比较大的女生，穿起来也会非常的好看，会让你整个身材身形变得更好。白的人穿这件的话，会看起来白到发亮。因为栗子也有穿这个，到时候你们看那个影片就知道她穿起来有多好看。但我觉得我穿也是非常的美，非常好的一件，才可以这样子，大家穿都会很美。我觉得我穿应该会最美啦。
它布是还蛮软蛮舒服的，但是它那个挺度垂下去的感觉非常的利落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好。开扣要开不开，要关不关的随性穿搭感，就是还蛮可爱的自然感在这边。然后要插着口袋，很随性的走在路上。OK，剩下的就是上衣，下半身会再另外介绍。走入秋天就会有芥黄色出现的路线，带点可爱的袖子与下摆。然后它可爱的地方，当然就是在背后啊，背后远看有点性感，但真的很可爱的那种感觉。这还有白色，但是我就是很想要芥黄色，就有一种嗨，秋天我来喽，嗨，秋天我来喽。又是一个小可爱，它是一个短版宽松上衣，可以当小外套，非常符合现在潮流的宽松的感觉。就可以让你的腰变得比较小，更纤细的感觉，有没有休闲可爱感吧？那总之，你下半身大牛仔裤，我觉得也会非常非常的好看，就是带一点个性的感觉，随便做个动作都非常的可爱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要这样子单穿，很随性、很休闲的可爱感，真是可爱。是不是因为我穿起来的关系呀？我觉得一定是。OK，换下一套。好，我直接先穿了一个这个上衣，真真实实的镂空，附了一个这个带子，OK，塞进去有没有？我觉得塞进去整个就还蛮不赖，因为它布料薄的关系，所以它也不会就是让你整个下半身变得很蓬的感觉。这件我觉得这样就非常可爱，这边有个暗扣，它有两个颜色，这个紫色，嗨，秋天有没有？就非常好看的感觉，不知觉秋天都可爱了起来呢。就是一个迷人的细节感吧，因它而美丽，非常可爱。我个人非常喜欢塞进去的感觉啦。那总之呢，如果穿个牛仔裤或者非常顺身那种长裙，在下面绑个腰带，在这边，是上班族呢，就是穿个利落的长裤在下面，然后再绑个腰带，这样就非常的可爱。这件穿起来呢，比我想的还多了一点变化，俏皮，非常好，非常的不赖。欢喜就是如此而来呀。真是开心啊，好开心的穿搭！Hello，可爱的小子，紫色就是这么的有魅力。我这里面其实就是都穿肤色的内衣，就会有一种透视感，但是却什么都看不到的感觉，就是忍不住想要注意你。我喜欢裙子把它塞进去的感觉，但是带子它都会附。嗨，换季真是个美好的时光啊，可以换许多衣服。可爱的上衣，就是因为紫色和白色都太可爱了，所以两色都包。这是 Mercy Two Two 的新品，就是我选的这些，确实是一个迷人的不归路，就是这样子了，拜了。